笑脸总是会吸引着我，犹豫无语的那些春花。你要干嘛？莫不语邀请花小宁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主角，你愿意吗？莫大大私心，花小宁不敢不从。林慕寒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多久了吗？应该有3000年。慕寒兄，今日起我们是不是要改称呼？子轩兄想让我如何称呼你？娘子。相公。我听不到。娘子。相公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，你是我